你是不是想让他摘下面具就知道了？怎么，你就这么没脸见人吗？ 我应该管你叫唐苏，还是叫苏唐啊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骗了你，但我是真的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。怎么才算合适的时间？耍人的感觉很好，是不是？ 看着我像小丑一样，上蹿下跳的，你很过瘾是不是？对不起，你应该知道我多讨厌你吧？你居然在我身边待那么久，悉心照顾，委曲求全，你伪装得很好啊。 对不起，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我离开你的手。抱住这棵大树，顺着我往上爬，把我当做筹码冲回娱乐圈。你真是为了红不择手段啊，唐苏！不是。 你干什么？你既然把我当做筹码，那我就要等价交换。不是。